爸，来吃个肉丝煎蛋。爸，来吃点鱼，这鱼啊是水里的。哎，你就做了一条啊？啊，这一条也不够分啊。这鱼得有五斤重呢。不是，下回做三条，三个人呢。啊。喂，哦，外卖到了啊，放门口就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外卖到了，你去拿一下。我问啥？给你点个烧的烤。烧烤？烤串？我不信。你去拿，你不去拿，你待会别吃了。行，我去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爸去吧。啊，爸，爸去。爸，辛苦你了，就在门口啊。老公成天好吃懒做，跟猪一样。喂，媳妇儿，是这个吧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爸，您今天啊，这是烧烤。干嘛呀？哎，你真有啊！我是那个。你不是有那么多饭菜了吗？爸不是说他想吃饭吗？这给爸弄的。你看看你，我给爸点呢。爸吃这个，我吃那个。爸吃什么都行。爸。那委屈你了，那今天这饭菜都给你吃吧。行，那爸坐下吃。嗯，好，你慢慢吃啊。还有那炒豆皮，好吃，你慢慢吃啊。都给你。真自私。就等着饿肚子吧。好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还挺爱吃鱼啊。这鱼做的太入味了，这鱼骨头可不能浪费了。难得吃上一顿好的，人才啊！我爸吃的可真行啊！味道怎么样，爸？多吃点。没吃过鱼吗，爸？我都20年没尝过红烧鱼了，每回都被儿子抢走。今天我算是有口福了。妈真香！哎呀，我馋的不行。哎，我看烤了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烧烤肯定是在的，就这么点儿。你要现在打开，咱们一块儿吃。干吃干吃干吃，一会儿吃。真的，可算把老公给忽悠住了，差点就露馅了。哎呦，好饿啊！我爸还挺护食啊，不会是跟我学的吧？有人。这豆皮这么香吗？那当然，我炒的。儿媳妇，这炒的又香又劲道，还特别下饭。你怎么做的？爸，这个可简单，我就炒点辣椒。哥哥姐姐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家吃的下饭菜就是这个东北大豆皮，纯手工制作，而且这个配料很干净，里面只有水、食用盐还有大豆粉呢。而且它这个都是做成九层干的，表皮没有盐渍，热量特别低，吃多少都没有负担。而且做法也很简单，吃的时候就用温水泡5分钟，凉水呢就泡10分钟，泡开之后直接凉拌炒菜或者是涮个火锅都特别香，特别的好吃。现在还有活动呢，这么大一袋足足3斤重，才10多块钱，还给包送到家呢，这么划算啊！多买一点，啊！知道了。炒个肉丝，炒点牛肉，别老是就炒辣椒啊！知道了，他这个随便一炒都香，这么大一袋够吃好几个月了。吃快点，烧烤都凉了。吃饱了，爸。那我吃烧烤了啊！烧烤你吃不下了吧？啊，烧烤来了！哇塞，太香了！我看烤的什么？黄瓜、萝卜、肉呢？不说好的烤串吗？啊！还吃肉，像你这种又自私又贪吃又不像男人，有这点菜吃就不错。觉得我做的对，哥哥姐姐们，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肉。是你吃的吗？爸，来吃了公鸡下的蛋。爸，几个蛋？
一两二三四，四个。四个，四个还不够我塞牙缝啊！真的是。不是。我不够。一人一个，还多穿一个给你呢。我不够。啊孩子哭了吧？你不能去哄啊！孩子哭了，爸去看一下。你爸，那辛苦你了，你去吧。你先吃。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老郭，嗯，其实啊，我刚刚是故意把爸支开的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大螃蟹。别骗我啊！大螃蟹、海鲜，你赶紧去拿。行，你先慢慢吃啊。好，今天真是赚大了。噔噔噔噔！真的假的？别骗我啊！我看一下。我骗你干嘛？你看，哇，哎呦，这么大一只螃蟹！给我，给我。那你再吃馍怎么办？给爸吃吧，要不？行，便宜他。螃蟹给你，这玉米夹馍啊，每天都有的吃，就给爸爸。嗯，香吧？真香。香吧？我吃螃蟹了啊！哎，等等，老公，你闻闻这螃蟹多香！等会爸来了，肯定馋死了，肯定缠着要吃，不给他也显得咱们不孝顺。就一只？嗯，行。藏着藏着，爸该来了，藏好了。哦，爸，辛苦了，来来来。爸，你看，我说了吧，给你留着啊，吃吧。这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夹馍好吃，牛肉、煎蛋啊，黄瓜，吃吧。夹馍吧。你不吃，给我先吃个香蕉，你吃吧。爸，你慢慢吃吧，今天我就好好治治我这猪老公。嗯，好吃。我得赶紧吃了，猪儿子一会惦记我的玉米馍了。嗯，不错。嗯，这个玉米馍吃起来松松软软，特别美味，越吃越香，根本停不下。哎呦我的妈！玉米夹馍搭配煎蛋黄瓜丝也太绝了，大夏天的真是越吃越开胃。嗯，太香了，夹馍，好吃。香吗？嗯。便宜。嗯。爸吃的这么香，给我都看饿了。玉米夹馍肯定没我的龙虾香。太好了。嗯，没吃到好吃啊。嗯，这玉米夹馍是我买来的。啊，你买的？上锅一蒸就好，可方便。这吃起来松松软软的，玉米味还特别浓。嗯，爸这牙口不好，都特别爱吃这个。爸，这个口感特别像现做的。哥哥姐姐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家平常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最喜欢蒸点馍，然后炒点菜，夹着吃啊，可香可开胃。这个满满的膳食纤维都是粗粮，大家平常不知道吃什么，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吃着可开胃了。而且做法也特别简单，直接上锅蒸5到8分钟，蒸熟蒸透这样就可以吃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当个早餐或者是点心啊，下午茶都可方便了。现在还有活动呢，这么大一袋才10多块钱，还给包送到家呢，可划算了，这比自己做馒头包子可方便多了。嗯，好吃，是香。嗯，大鱼大肉吃多了，不如来点这个粗粮。对呀、啊，吃着好吃。嗯，嗯，香。加点扣肉，加点煎蛋，是香啊。嗯。哎呀，给我留一个。行，那爸。给他吃吧，咱吃差不多走了。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去吧，爸，我来洗碗。我来。好好好。
你走了啊。真聪明啊我老婆。哎呀大螃蟹。哇塞这么大。空的还臭了。糊涂啊。